尊贵的各位大的同学们，早上好！我们开始学习了。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是菩萨？希望大家能彻底搞清楚什么是菩萨，彻底不要把那个菩萨像当菩萨了，也不要把佛像当佛。记住，那只是佛像，那只是菩萨像，它不是佛，不是菩萨。这一点，希望大家都能清楚。我们是跟菩萨来往，并不是跟他的像来往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就像我跟班里来往，我是跟他人来往，并不是总跟他的像来往了。我要请法，向他的像请法，能请得到吗？请不到啊！只有跟他这个跟他这个活实打实着的这个人物啊，这个佛菩萨，他展现的这些化身来往的，不是那个像。但是迷信，好多迷信婆啊，迷信婆，迷信的人，他还以为佛菩萨就是那个像呢。什么是菩萨？菩萨不是高高在上、低低在下的，他是行慈悲喜舍于世间的，就是伺候众生的，就是菩萨。把众生看成未来的佛、过去的父母，那是菩萨。发现众生问题都能解决好，那就是菩萨，并不是都供起来，我们拜。那个就是菩萨，所以说对菩萨要有精确的认识啊。在前不久我们也说过啊，好，往下看，如果说我们把它当菩萨的话，我们修因这块就可以把好的种子种下去。那个错了，你把它当菩萨，也就是说你还是不认识菩萨呀。那个透过佛菩萨像。就比如说，我看到你的照片，就让我想到的是你，是我要跟你来往，我不可能跟照片来往。你说我成天跟照片来往，你说我是什么人呢？神经病。那么我们跟佛菩萨也是一样，我们是跟佛菩萨来往，并不是跟他的像来往。跟他的像来往，那你就错了。是你借助这个像，我们想到的是佛菩萨，就像我看到你的照片，我想到的是你。那我怎么来往？我又不可能跟照片来往，我就说话，我又不可能跟照片说话，跟你照片说话能起作用吗？不起作用啊，那就是跟之前的一些概念混淆了。就是苏东坡跟佛印，他说他。什么看他是一坨屎，他说他是一尊佛，这又扯到哪儿去了？还不是一回事吗？某某某老二忏悔忏悔，你这个学了吧？这个学完了，这个怎么好像学了呢？好，反正学完了，我没有是吧？我感觉都很熟啊。好，好了，哎呀，2年差不多。2年了，已经过去2年了，这个法接触多一点，所以就熟啊。嗯，是的，上个文档也提到了一些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文档。好，这个今天把这个文档可以轻松学完呢，可以轻松的学完。4月15日早晨，那么这个学完了，我们就是从2020年的十月妙法一直到现在，到现在就是到今天。为止的这2年多的妙法，全部就学完了一遍。好，之后呢，就接着往后学，好吧？就接着往后学了。这是一条线，将来要讲澳洲，讲那个华严经也好，或者讲那个逻辑妙法也好，讲那个十五层逻辑妙法呀，逻辑学也好，好，那是另外一条线，到时候再说。我们继续翻译软件的使用，浇肥的方法。木瓜的疏生，在树叶上施肥等等。你卖那么高干什么呢？你那也太贪了。所以说，人家能挤到你，不是人家能挤到你，是你自己太贪了。不要太贪。还有，下面说的是叶面喷洒，那是一种施肥方法，它也能吸收。那个可能就不怕中午，那个越中午越好的，因为树叶彻底干透了，它就很容易吸收。我们说一般的施肥法，从根部施肥，那是一种施肥方法。这里是叶面施喷洒，
页面是谁？页面是非呀？那么它的时间不一样了。我们一般来说，就是比如说根部施肥，根部施肥一般是晚上，一般是晚上最好的，其次早晨也可以。可是叶面施肥，叶面施肥是什么呢？就中午什么时间？中午施肥。为什么中午叶面施肥？它很容易吸收啊，因为树叶彻底干透，它很容易吸收这些水，这些肥。阳光浴。在大太阳下晒，新冠病毒也活不了多久。这是当时班里说的，阳光浴也可以把那个新冠病毒晒死啊。但是像某国，可怜了，现在好多地方封城，封你都不能出家门，家门都给你封了，也就是说你晒太阳的机会都没有啊。所以大家要珍惜一切机会，珍惜机会。把你锁在房里，锁在家里，你就连晒太阳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往下看，翻译软件文档之间，然后切字下来。你教他会用怎么翻译，那个某某也应该学会那个，因为学会了以后，你就像我，无论视频也好，文档也好，我有的时候也能看，就好像我懂英语似的。这个谷歌本身就自带，谷歌本身的。当然还有另外的翻译软件，谷歌的本身那个网址就带这个翻译软件，还有谷歌单独的翻译软件，还有我们学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翻译软件很好用的，DeepL 那个 DeepL 翻译软件，希望大家都能学会用啊，都很方便，好多人。我把网页给他们，哎呀，他懵了。你这个都看得懂啊？就英语网页，你都看得懂啊？就好像我现在英语多高了似的，实际不是这样的，那都是翻译的。你不会用，就好像我多高了，是你要会用了，你就知道我不高。你们也还是一样，有好的东西是要学习的，有那个翻译软件是吧？就是谷歌就可以了，就谷歌呀，就所有的网，这个谈的是网址这一块。网址啊，它直接当时，它在上面有右上角就有，是翻译还是不翻译？是汉语、英语啊？英语翻译成汉语，大家发现了吗？大家发现没有？你们有几个人在用？这是非常常用的，非常常用的。这个还有谷歌软件的下载，手机我手机用，电脑我没有用，手机用了，手机用了，无论是什么啊，文字啊。就放到粘贴，复制到粘贴的，它就可以翻译。但是那个谷歌软件这个翻译，它不如目前的 DeepL 啊，DeepL 比它要强一些。这是两个常用翻译软件。你电脑里有没有谷歌呀？有谷歌呀。谷歌说翻译英语文档可以的，视频也能翻译的。是的，我们以前也翻译过视频呢，视频也可以翻译，文档也可以翻译，视频也能翻译啊。没有试过，就是他在他网站上播放视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同时翻译，是吗？啊，是同时在翻译啊，同时在翻译。它是出现的是文字，在视频上展屏幕上展现的是文字，有的是可以翻译，有的是就没有显示那个翻译的功能。班里说那个他那个就是他最初设定的时候，他允许你这样。你就可以这样的，不允许就没有。也就是说，不是所有的网址、所有的文档可以翻译的，因为它那个文档啊，最初设定说可以翻，允许翻译，你就能翻译，就会用谷歌翻译；不能翻译，你就不能翻译。还是点那个键是吧？翻译此篇文档，翻译这整篇呢，这整篇的视频，整个视频吧，整个视频呢。它不是有个键吗？那一点就是它全部翻译了，翻译哪个国家语言都行的。好，那就太方便了。昨天就分析到这里了，他们最主要植株的两大块，一个就是芒果跟甜瓜，就是芒果跟甜瓜呀。但是他们都是什么销售？
然后有些是出口出去，但是那个火龙果他们种了以后，就受到越南跟泰国的冲击，有一些就进来了，进来了以后就冲击到本地生产，就是一个市场，一个价格。哎呀，冲击价也只是冲击价格，就一个1块钱，你收入也不少啊。关键他那个冲击价格，他们都是那个高价，别人进来便宜了。你想一想，人家生产是一部分钱吧，运输是一部分钱吧，完了在这里在这边店里卖又是钱吧，那你就等于他那个价很低，你就知道这块的价卖多高。你卖那么高干什么呢？你那也就太贪了。就是说，澳洲这边的火龙果卖得太贵了，就是第一价都很高。所以说，人家能挤到你，不是人家能挤到你，是你自己太贪了。如果说只糊口饭吃，你看他保证比别人容易，因为这块地便宜嘛。再一个，有好的东西是适合。比如那个火龙果，它不怕旱，它就属于沙漠的那个仙人掌之类的，不怕旱。火龙果在这边还是没有把它搞成功。班里那边我也没有看到火龙果，班里说很容易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不行，又不需要太多人工管理。记住。这个园子种的都是不需要太多人管理的，因为这边的人他不愿意去管理那，就是时间太长才结果，差不多10个月，开花之后1个月就结果，差不多1年呐，时间太长了。所以说那个我不是最感兴趣，我感兴趣就是种结果的，哈密瓜了，一波一波的。班里说那是人工一波一波的，那个还不是一棵树，它叫种结果。一棵树就总结果呀，反正目前我看到的这个木瓜是一棵树总结果的，那个找到了吗？目前很多呀，那个木瓜，对对对，当时班里说的木瓜，一开始光搞那木了，木瓜就前面那一排就疏忽了，就没去搞它。以前我也没重视，现在我特别重视了，特别重视，很重要。它就是一波一波的结果，一波一波结果。很划算的，很经济，很实用。实际那个木瓜一旦长成以后，它不停的在结果，那个当菜吃、当饭吃都行。就没熟的时候，它就是很好的芹菜。你炒食啊、炒片呢、煮汤啊都行的。它本来就是个菜，熟透了那就当水果吃，没熟就当菜吃啊。熟透了就是水果，非常非常好吃。说实话，当水果吃呀。那个味道就跟那个叫什么的，这个比它小一点的那个的，很甜很甜，而且吃的嘴里满嘴是滑滑的。那个在广西、广东那边都有的，但是它这个还很甜的，它比那个还好吃，那个太甜了，那叫什么的？那个小的芒果，对对对，芒果，它比那个芒果还要好吃，芒果太甜。吃多了人受不了，它这个木瓜熟透的时候，它不是很甜，带一点甜，不一样。哎，反正这些好都是在贪欲众生范围之内。你不贪啊，这些学不学、研究不研究无所谓，是真的。你不贪呢？你不贪啊，吃不吃无所谓。等将来大家不福不食的时候，这些好说，如果你为了利益众生，这些都必须要掌握，都必须要掌握呀。因为众生他就是要研究这些的，是吧？他就是要研究什么好吃，什么不好吃了，什么符合我的贪，什么不符合我的贪。2天没剿匪，我在几处挖了土，我摸了一下土，看看里面的情况，果然还是有点湿。等会儿我可以浇一点不？班里说1个星期浇一次就行了。你那个钱，它下雨你就不需要钱的，因为它都湿的。那个土豆都种死了，就是水太多了淹死了。好的东西啊，淹也不要，就是也不要太湿了，太湿了就淹死了。因为这树根呢，保持住一点点草润就可以。一般的树根、菜根，它保持有一点湿润就可以。水过多，它也会死的呀。实际。
那个不能天天浇，本来潮气都有，你再给它浇水，实际有的时候你那个勤劳啊，对它是有害的。所以过度勤劳是有害，就是水肥浇的过多都不好，浇少量的，我没有浇很多。如果它已经是湿的，你少量的，它还就更湿啊。啊，就是搞清楚它本来是湿的还是不是湿的，所以浇水学问很多呢。反正你浇之前，一个要把它挖起来看一看它情况，就有潮气就行了，那就是最合适的呀。昨天你发的火龙果那个培植法，一定要保持土壤里空气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养根养土啊，现在知道了，它那个是水多了以后就易住，不透气就死了。水多了之后就易住了，就不透气了，就死了。所以它稍微的啊，就是稍微的啊，有点点干燥，又有点点湿润。啊，一点湿润就可以，一点点的，啊，又带着一点点干燥那个味道，是小心了，妈妈。再一个，它也没办法长，就像把你嘴、鼻子捂住，你说你能活不？活得好受不？不好受啊，就水多了，就是它长不了。给你留点缝，留一根针，那么多的缝，哎，那就可以。家里我的两棵小菠菜呢，种。在那个树旁边看了没有呢？长得怎么样？没拔吧？菠菜呀、啊，那里只有3棵苗了，其他的都当草拔了。哎呦，你手下留情吧，真是！我不知道，不认识啊。有的时候也正常，因为你事先没交代他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不跟我说，因为他不认识。你再不交代，他再不认识，他就给你拔了，把那个有用的菜、有用的苗给拔了，当做草拔了。我跟嬷嬷说了，那几个由你打理啊，没有说的东西我不敢动，没有直接教的东西我也不敢动啊。班里说我也是，在墨尔本那块儿，好多我不认识，我都不敢搞，因为我有时候分不清楚。你就告诉完我，我有的时候啊，我还不记得。再一个呢，又分不清楚，我就不敢再弄它。不清楚的东西不要弄，不要去拔呀，这个一定要清楚。一定要清楚的。好，我们接着来。前不久，我们学的水少水勤浇，还是建立在你刚刚说的这个方法上。比如说下雨了，或者说3天，或者一个星期，绝对土稍微偏干一点才能浇。啊，不干是不能去勤浇的。哦，开始我理解错了，现在清楚了。浇肥这块正规起来，看到苗明显的就好一点。你种也不浇，就像以前那个种也不浇，它也干不死的。你多了，它也死了。是啊，种也不浇，它也干不死的。就宁可干一点，宁可干一点的，也不要太湿。大家注意这一点。就像烂漠呀之类的，就像那个西瓜，没人管它也结了。这个南瓜呀，没人管。哎，他又接一个南瓜，小南瓜两个。接着，这个下雨，雨季的时候几乎不需要浇水的，啊，几乎不需要浇水。雨季、旱季几乎天天要浇了。是，现在明白了。哎呀，感恩老天！我们以前好多那西红柿，那两棵长那么好。班里说这里是悬空的，因为底下有好多那个木头，比如说。土下不去的地方，它就悬空，悬空它就透点气，透点气怎么样？那些苗就长得好哦，难怪它还长得那么好。就像那个苦瓜，一个来到长得一个呀，来到长得那么好，我当时还以为是一样，哇，都是悬空的，木头敲出木头，那里面就有空气哦，那边也是石头敲石头，它都活了，而且长得还挺好啊。按理来讲，最好的土就下面的，但是那块底下也不透气，也危险啊。最好的土确实下面是最好的，但是它有一点不好，就是它不透气呀、啊。反正现在浇之前，我一定要看土壤的情况。我们有碳，应该混得差不多了。地肥呀、啊，在苗之前，在那个洞里、啊、搞个大洞。洞下面就搞这些碳，
这个碳很有用的，这个碳呢，它将来能够吸水，有水多了，它就能够吸收，保证土是干的。你水要多了，那碳也是全是水了，全是水呀，也不行了。水还不能很多，即使有碳，也不能很多的。反正浇水浇水，一定要跟土的干湿情况就一定好。不然呢，我们家里种那个花生、玉米还有红薯的时候，只是种的时候浇一下水，但是呢，因为在北方，夏天有的时候会下雨，所以说就是刚种的时候会浇一点水，后面那就没有去浇水了。你可能像那个桃树一样，喷灌吧。你要拿着那种机器喷的话，种子全部喷出来了。再一个，你大面积种植的，你不可能拎一个桶一个一个去浇，就是靠天。在北方，你几个月如果定期的下雨，它就长得很好；就是不下雨，你两三个月旱，也只能说是靠天了。大面积种植几十亩的那种，你不可能一个苗一个苗去浇的，所以说你就旱，它也是能长出来的，也浇的。大面积种也浇的呀，它有的是光靠天，有的时候也会干死的，所以光靠天还不行。我们家种的那个，就是有的时候旱的时候啊，它能挺过来，就是说你就挺过来，就少受一点。要是真连续干旱，也会旱死的，就颗粒无收了。就是一个星期给它施一道肥，就是雨季的时候还要找天，找那种连续不下雨。如果说它还是要下雨，那你就只能等，就不能随便搞肥的呀。所以在雨季，半年说雨季好像雨很多，这个是苗很难伺候的，施肥施水的难度较大。哎呀，那真有点麻烦了，因为你一浇它就多了，一浇多了那就少浇，浇一点点，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是需要肥的，尤其这个雨水多了的时候，它把肥都冲跑了。所以你浇多也没用，浇一点肥就可以。总之，这个农业大家看一看，容易吗？农业要掌握很多很多呀，要掌握很多很多。就一个浇水、浇肥都要学习的，分别浇什么肥？比如说，植物在不同时期是磷肥、氮肥、磷肥、钾肥，在什么情况下浇，这个都是要学的。有的我已经就忘了，就已经忘了。因为没有去用了，没有去用，它有时候慢慢就忘了。所以，它那里面好多方法就解决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它在叶面上薄薄的施肥，还有你这个基肥，就是撒一点那个灰，在表面上或者叶子上搞一点点的，那些它都能补充液。像那个黄瓜视频，我们学了，它要护叶的呀。按理说也不是护叶，它那个就是地太湿了，但是又要施肥。地太湿又要施肥怎么办？那么，你在树干上、树叶上施肥，那就等于它施肥，它吸收了。你再没给它个土，增加水分，增加水分就淹了。就只能从叶上入手，从叶上施肥施水，那就成为负担了。叶面是喷洒，它那是一种施肥方法。它也能吸收，那个可能就不怕中午，那个越中午越好的，因为树叶，彻底干透了，它就容易吸收。它是用桶，不停地打呀，喷呢，全部喷，那叶子长得真好，那是个办法，就是把那个肥在树叶上施肥，就让它腐烂，什么腐烂？施肥呀，就让它在叶上吸收掉。就是不给土再加水，也伤不了它的根哈。重点它是水多了，水多了就不行。如果说旱的时候，正好你施点肥，浇点水，要这样来说，旱季好一些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旱季施水施肥好一些。旱季因为你又施肥，又浇水了，水量又不大，又冲不跑，那几乎你少浇一点。你比如说每次。就这杯这么多，下面这么多，你就到它根那块儿，它几乎就全吸收了，那全吸收了。而且呢，你想让它跑，它跑不了。就是说旱季的时候，就是人能控制在旱季人能控制，
你在雨季你还控制不了，也就是在旱季，人都能控制，你在雨季你还控制不了，你对他没有办法是。确实，现在旱季真的要精通这个旱季，旱成了我们的好的季节，就能控制施肥。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，还不止能控制的问题啊。那旱季这个温度，什么东西都能长，因为它温差大，就现在温差大，所以那个叫什么呢？那个木瓜长得好快呀，温差大。你看我们前几个月晚上睡觉，有的时候都直出汗。那是在雨季晚，有的时候直出汗。你看现在你想出汗就有点困难。现在晚上，一到晚上就很凉快，到12点以后就要盖啊，就要盖薄薄的毯子，或者是盖一个床单吧。有的时候你不盖点儿还有点冷，你再往前，温度还会再低。但是白天始终能保持30度，但是晚上就不行了。晚上最低的时候可能20度，甚至18、9度。不过这20度、18、9度一直到30度这个范围是所有菜都很合适，就是从晚上到白天，啊，就是晚上啊，这个一个范围啊，从晚上的20度到白天的30度，它适合于所有的菜真生长，尤其是某国那家菜特别适合。大家掌握了吗？这里说了一个什么技巧呢？植物怎么样能长？谁能告诉我，植物怎么样就能长？怎么样就长得快？大家知道不？刚刚说了一个技巧，我白天30度，晚上也是29、28度，能长吗？它就长得不快。它这个就是要温差大，温差大，温差大，温差越大。把它长得越快，很容易是很适合植物生长。关于施肥，昨天你发的那个关于火龙果的施肥情况，他说在前期以氮肥为主，中后期几乎是磷钾为主。这一项跟毛毛前面说的有一个文档，那个我以前没看过，说的挺好的。就黄瓜这个事，就是在没有开花之前，所有的植物几乎都是这样的，赶快加氮肥。但是，一旦开花结果了，开花马上结果，就要磷钾肥。这个时候，氮肥一定要控制好，施多了它会影响结果的。所以说，施肥它都是有阶段的。班里问你的手怎么了？手总在车上，总在阳光下，就像你们做事，有的时候是背着阳光的。我们还戴手套呢，我这个全在阳光下，可能是再一个。总也不晒太阳，几十年，所以呢，皮肤出了问题啊，而且他那个紫外线很强，人家紫外线，人家就没事，他也没戴手套啊，几乎很少，除非搬石头，我才戴。现在我要练，没事就阳光浴，练成坚实的身体啊，好像是维生素 D 吧，你身体长不出那个东西，在阳光下呀，这维生素 D 呀，好多人就缺少那个。阳光浴就是为了那个能在身体里产生它。再一个，阳光浴在大太阳下晒，在大太阳下晒，新冠病毒也活不了多久，所以阳光浴好处很多呀，好处很多。每天能晒它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那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。就到现在都是很好，是吧？就即使没有新冠病毒啊，但是它可以产生维生素 D 呀，因为你自己身体长不出来，长不出来。所以好多人缺少那个，哎呀，人生的学问，就这个种菜园的学问、种菜的学问，还有身体上的学问，都够我们学的呀，够我们学的哟。好，愿大家早日能精通世间、出世间的一切知识、一切智慧、一切技能呢，逍遥自在为法王，那时候我们就自在了，那时候我们就自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接着来，接着往后学啊。4月19日的，4月19日，
要时刻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啊，学会欣赏别人了，就只见功德，不见过失了。要发现问题，时刻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这是拜你提的非常多的。那你就是菩萨呀，就能自利利他呀。再一个，学会欣赏别人，那就只见功德，不见过失。也就是说，你欣赏别人那些优点呢，是吧？优点，欣赏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欣赏就贬低，是吧？你总要去贬低别人，贬低别人。那你就只能见到他的过失啊，你就只能见到他的过失。哎呀，这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意识。你到这边来试一试，等到你做农民的时候你就知道。比如说你没有工作可干，又要生存，怎么办？就我在这边，就是这些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但是有时候我忘了，有时候想起来，有时候不愿意去查。哎呀，今天又复习了好多。等一会儿我有机会，真的我要想起复习一下，把以前的笔记啊，我想完整的复习一遍。好好把这些腊墨呀、木瓜呀、南瓜呀，啊，都养好，都养好，很重要的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是生存，你生存不了，你怎么学佛法呀？我们这一生，大家看看自己，我就感受自己就够可怜的，因为这些技术都不懂，特别到这边来不懂，都是搬你一手一脚的家务。都是活在上师三宝的呵护下，都活在上师三宝的恩赐之下，才有机会学习佛法，有时间学习佛法。如果没有上师三宝的呵护，就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，没有机会生存。好，在国内我也工作是吧？那是当老师可以，但是除了当老师，我就什么都不会。那么到这边来，那么这些技术就太重要了，要生存吧。所以我就买的很少。因为有腊木叶，是吧？买的很少啊，有那腊木叶，还有一些南瓜呀、秋葵呀，是吧？苋菜呀，甚至地里还有好多什么，就是那个马齿苋呐，等等等等，啊，他就节省了不少的钱呢。现在木瓜正在长，啊，几个月之后，甚至可能呢，半年左右就有好多木瓜吃，就根本就不需要买什么了，不需要花钱了。大家想过没有？非常划算，甚至多了还可以去卖呀，还可以去卖。就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啊！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啊，就是要有技术，一定要有技术，要有技能的。你光有知识、光有智慧是不够的呀。他要技，你一定要掌握这种技能。你要掌握这个技能，光口头上、理论上知道没有用的呀，一定没有用啊！是啊，这个你身体也不会废，你总不动，你身体就废了呀。所以天天要动啊，身体。那么大家也一般人就只知道拜佛念佛，远远不够啊！真的要动啊，比如说施肥、浇水呀、啊，去播种呢、啊，去播种，你总有吃，总有喝的，不然生存不了啊！是啊，生存不了，你不懂啊，对，所以我学了好多呀。所以现在我一复习，感觉就来了，就今天复习之后，我感觉就来了，感觉就回到。真的感觉了，我就知道，哎，最近好多事，好多我疏忽了，好多没有去查，好多的自以为是。现在我要就要去复习一遍，那我那笔记都在那里。当时你还帮我整理了几个文档，还记得不？很有用啊，那东西都非常有用啊。等到你要生存，你必须要生存，必须要独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太重要了。甚至包括满山遍野的、平原的，所有能吃东西都知道。就算你不种，你很高是吧？你到山里去，到平原里去。就像马齿苋，我认识，我就不会中毒的，是不是？我就不中，我可以找得到这些能吃的东西，我可以找到能吃的这些东西，也没问题。是啊，你就能自食其力。这个过去啊，我都疏忽了呀，都疏忽了。以为有钱就可以，以为有钱就可以，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。所以这个技术技能，它能产生钱呢。但是你有钱，并不一定你有技术啊。所以说啊，愿我们将来都能自食，都能自食其力，都能生存，都能自利利他呀，都能自利利他，那个时候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缺陷，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缺陷是哦，对对对，龙广天地的文档那个非常有效啊，非常好的，是真话。只是现在啊，我们。
哎，好久好久，这一年多我都没看了，那些都没看，因为最后又转到以协会为中心的，以学习为中心的，那些都太重要了啊！有机会真也来复习哦，来学习，不学习人就是傻傻的呀，傻傻的，就跟傻瓜似的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你有多少用？班里问我们，你有多少用呢？我们有多少用呢？啊，我们掌握几种技能了。好，往下看，规则就是规则，什么你碰的，你没碰的，永远是规则，不管你碰了没碰。在他欲望点上、兴趣点上，要都不能做到最好，那这个人，你说还能有什么用呢？你比如说搞吃搞喝的，吃喝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吧？但是我如果不能吃喝都做不到最好，你说你这个人还有什么用？就没有用，因为那是你最感兴趣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对你对你的欲望点、兴趣点那一块，你都没有去用心呢，是不是？你都不愿意去用心满足你的欲望点、兴趣点，比如说搞吃搞喝的，甚至包括种菜，那你还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们的问题点很多，我们都要一一的觉悟出来呀。啊，现在我觉悟了，但是有忘又忘了呀，所以要背，要背很多东西要去背，去背。才能记得住，然后去练，背了就去练，然后就能成功，就能成就。好，往下看，现在这个怎么弄？我们就煮汤是吧？喝水呀、啊，你别中毒啊！这干什么呢？现在拿来，就是这个叶子捣碎再煮。你把那个关于硬练的视频再看一遍了，硬练，硬练，就是捣碎煮了以后就兑水去打药。那个视频我没看，有机会发我看一看。那有什么用呢？干脆把它拔了啊！那个小辣椒有什么用？那你干嘛要拔了它？平时那些苦的都舍不得拔，现在好好的拔了它，那么小，你不看它，你只管吃就行了嘛。哪里的辣椒要拔？就是那里长得那么好，他说拔了，那辣椒为什么要拔呢？就是那两颗呀，怎么要拔呢？那么小啊，挺好的呀。我们要炒什么菜，搞物流购，那真过瘾呢、啊。这个就是标准的佐料，完全可以代替葱啊、姜啊、蒜呢、啊。啊，就是这个小辣椒，就完全可以代替葱、姜、蒜，很好的佐料。前几天还在那里搞了7个做佐料呢，拜你。到时候我来住的时候就不需要买菜了，我直接就在地里弄菜吃。那时候还没到地里去住，最后就到地里去住了。你别在那儿喧宾夺主，真是。你在家里可以不吃。啊，在这块儿，嘿嘿，有一棵辣木树全都黄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很大的辣木树。那面也没有浇肥，也没有浇水，有水，昨天下雨了，它怎么会黄呢？不是一天就黄了吗？它那个黄是慢慢黄的，都黄到上面去了，是不是缺那个营养啊？把那个锅里的铁锈水给它撒一点，那个铁最好哟。班里说呀、啊，这个铁锈水，锅里的铁锈水，就是大锅在外面的，因为下雨生锈。因为那里有铁，那个铁是对植物来说很有营养。现在没了，都干了啊、嗯！昨天下雨，可能又有。前两天干了，那个锅挺有用的，还能搞出一些个铁锈水。铁锈水就补铁的，专门植物补铁的啊，就专门呢，就是植物补铁的，就植物需要它那个铁。反正我那几个南瓜。苗见效了，南瓜再不黄了，见效了，真的吗？这么好？对，见效，开玩笑，已经3天了，都不黄了，绿了，开始都黄的，现在都好了，绿了，长得很好，是你帮我浇锈水了，谢谢。叶子变黄的原因，第一个是缺铁，第二个是缺磷。叶子变黄的原因，第一是缺铁，第二是缺磷呢？缺铁就那个锈水就可以。好，植物吸收以后的铁，人也可以吸收的，但是那个铁锈，人就吸收不了。
必须得植物，要植物吸收之后，人就会吸收它那个铁。白里镇真的是啊，法王啊，法王什么都懂啊，这些想起来历历在目呀，真的如同在眼前呢。就是那个窝在外面生锈，那个锈水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呀。都能够充分的利用起来，但是那个水人能喝吗？不行，那个锅生锈那个水人不能喝的，人不能喝。如果不是生锈的那个铁锅炒菜，那个铁人可以吸收，人可以吸收的哟。所以铁锅呀，对人很有好处，那个人能吸收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那边秋葵，我看了一下，如果你那个拖拉机帮一点忙就最好，就是浅浅的没问题，不会影响苗的，浅浅的挖一下，不要挖深，差不多不好，那会把辣木给伤了。不会的，有空间的，浅浅的挖一下，那问题不大了。这中间会伤到吗？在那儿都危险，因为下面都是横七竖八的树。哦，会被辣木带动的。再一个呢，因为它那个只是过道，要在那块调整方向，掉头，因为你总要掉，你要把手伸进去搞，要始终横着的，横着的，你挖几下要挪，挪完了在那块够挪的，不方便挪。我今天试了一下，用桌子桌一下，那个桌子写不来，黄梅花的桌子，用那个桌子桌一下。再用锹铲一下就好，因为它都是横七竖八的。我那一挖就全部带起来。如果要缝到长，如果缝到长的，能带出去好远呢。如果缝到长的，能带出去好远。这个南瓜种，这个南瓜种晒起来可以种吧？当然了，当然了。不知道有什么字？对呀、啊，桌子啊，对，找不到啊，是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怎么写呀、啊？所以惭愧呀、啊，惭愧，好多的愚痴无明呢，一定有，只是我们没有找到，是吧？一定有那个东西，只是我们没有找到。当然，哎，留，对对，非常重要啊，太好了，不怕多半，我们只管种这些叶子，叫声是啊，你不应该这样拿来呀、啊，应该打碎了拿来呀、啊。他那个视频是用那个锤的，你这个机器不能搞这个这么硬的东西，你搞叶子行。我看到人家是锤完以后就放到桶里发酵3天，3天以后有那个尿的味道，然后就过滤，过滤完以后就喷的时候啊，他说加一点点洗洁精，洗洁精呢？为什么还加一点洗洁精呢？因为它只是杀虫子嘛。加了洗洁精以后，它会跟那个菜叶就容易粘住，那个容易啊。等他们洗澡的时候，那个水就可以了。这个拿回去打碎啊，回去有刀片那个嘛，刀片那个在哪里转，能转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，至少它不会就缠住。你也可以拆下来搞，这个要是里面给焊死了。抱住了，那真就没招啊！这个打的就太碎了，它不能搞太碎。这个要么就打成汁，然后那个渣就成那个像辣沫渣一样，它那个就直接捣一捣，不是太碎。你这样熬就是比较好一点。不过这个也是，也要节省点用，因为早一次不容易，自己种的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出来呢，能彻底长出几棵树来就好办了。是，下完雨的天，直接就给它到处乱喷，就不会再把那个南瓜都给吃掉了。那个南瓜别放里面通风的地方，越凉越好啊。再一个，切那么多块干什么呢？你吃多少切多少嘛。刚才我问毛毛怎么切，他直接从中间切开了。你问谁呀？毛毛，你问他，他不跟你水平差不多，你那怎么吃呀？南瓜怎么吃？南瓜准备炒啊，然后加点水，像炖一样。啊，毛毛毛说他找到好多马齿苋，他说可好吃了，你们带一点回去吃吧。
我说我不吃这个，那么好的菜，你们为什么不吃呢？多不？就在那个地上搞，就搞这么多呀？搞那么多，吃得完不？吃得完呢，拿回去啊。回去人多嘛，我们这里都有计划，一餐几小只，挺好。把它放在菜里煮都可以，泡茶都可以，放在茶杯里泡茶，挺好的。去找那个尖儿，所有树尖儿。给它掐一块回来，所有树都掐一遍，就好大一盘菜。哎，到如今我在天天想这个佛，总也有是吧？雨季是天天有，就现在也2天3天有一次。那个尖很多，树尖呢，还加上那个嫩叶，现在不但是树尖，我知道还加嫩叶呀，放在一起，那真的是一盘菜，一盘非常美的菜呀。愿我将来不时供养你们。如此美妙的菜呀，一盘都随便跟你说价值，随便100元几百元的，随便100元几百元这一盘菜，啊，极度的营养，好，等机会，至少要10根至20根才有一盘菜哟。那南瓜籽硬了没？挺硬的，就可以做种子是吧？嗯。是啊，那南瓜直接在地里种下去啊。他说他的根系就是移栽的时候很受影响，长大了他还不错，就是小的时候不适宜移栽，直接种到地里。现在有这个硬链树保驾护航就可以了。那个塑料盆儿不能放外面晒去啊，这个一晒就化了。我就找个硬纸壳来，塑料盘，注意塑料盘。塑料的东西都不能放外面晒，晒多了就化了呀。再一个，几次就没用了呀。这家伙呀，跟毛毛一样，什么牌儿好看好用就用上了。这是宝贝呀，纸壳儿。现在这些东西都用得上，烧火也好呀，用纸壳儿，我都放在固定的地方，一拿就是。现在都是很熟练的，不像在家里找不到啊。你刚刚说这个东西在这里，一会儿找不到了，他拿跑了，哎，蹦哪儿去了？算了算了，那么多好，不差一个，那么多籽不差一个，他要有本事，在这块长出苗来，你就看到了。南瓜子的生命力真是强大呀，他随便怎么弄，他都会发芽。我们当时在墨尔本，有一些看到发霉了，不要了，再往外面一扔，结果那里长一堆南瓜苗出来。经常发现柳生的南瓜苗，这里一棵那里一棵，也挺好，也不知道谁弄的，反正就在那里长着。就平台树都要搞倒呀，都要那么树代替的，因为这块高不会积水，但是呢，它底下都是石头，它根又长不下去，它转弯长，植物能转弯长啊。等我刚才说，你在挖那个地方，那后面有几棵苗。他说让我去移一下，我说是在土地上面还是在平地上？他说在坑里，我说那可难移了，因为我们的土在移的时候都有方向的，我们至少要知道方向啊。就是说它的根应该在，我不能弄到它的根，但是它现在转弯，那个土质上面移苗的时候啊，它长不下去。那个土被我们还挖过来，它长不下去以后，它也长根。它一转弯，它在土质上面那个根长着长着，它转弯了。我没想到它怎么会到这里呢？结果挖出来以后，它是转弯的，它是绕啊，或者转弯的，那个就不知道它那个根在哪里呀？之前你们可能开始烧的时候，它挖过来的那些树根都断了。也就说，我们这个想种那么的土啊，要挖1米深，要挖1米深，就还是那个钻洞那个1米深，因为在那里啊，土质很不好。在我这边，哎呀，我真没搞什么洞啊，随便种都随便长，就随便就跟种菜一样，随便种穗随便长。完了，全都用那种松软的土搞，它那个根呐，才能够直溜溜的。直直溜溜的长下去，要不然它长不动的时候，它就横着长。反正哪里能长动，它就往哪里长，要哪里都长不动了，它不长。这横着长有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好处啊，就是你要根就用刀砍一棵，砍个根呢，就不要去挖，
非常方便。所以，那么根让它横直着长，它能长大；让它竖着长呢，让它横着长。你要根就有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挖个根呢，随时随地挖个根。我用现在我用斧头，用斧头一砍，用菜刀一砍呢，它就来了。那个根非常方便，就不需要去把那个那么树砍掉，是吧？整个的根给挖起来呀，那个挖很麻烦，很要力气的。所以说，哎呀，这一些妙用，现在我都能感受到好多妙用，我都能感受到好多妙用啊。前不久我就喝了很多那么根的水呀、啊，喝它的水，还有那个水洗我的手啊，手对那个，因为我手有点敏感呢、啊，有点那个过敏。啊，现在洗了之后好多了，就对那个木瓜呀，对那个秋葵呀，有点敏感性，有点过敏。现在好多了，洗了之后那个根非常有效。嗯，愿你早日拥有啊，好好修啊，意思好好修，真的降烦恼，增长智慧，增长善根，增长福报，一样的，一样，一点也不难呢，也是你母亲的心愿呢，也是你母亲的心愿。啊，我也是大力的希望，大力的祝愿你早日这些善因、善缘、善果啊，早日都能早日成熟。那些沙堆，你是一铲一铲铲起来的嘛？就是松动了呀，松动了啊。但是那些沙土，但是遇水以后，它就结了，它就结了。不，遇水的时候软的，完了，一干以后就硬邦的、粘的、硬邦邦的，不是粘的，就形成一种板块啊，一体化的。实际这个不好，它连透气都不透气，就那个叫板土，听说了吗？就那个板土连透气都不透，地里要么是板土，很几乎没有沙土，都是那个板土，要么就是那个石土。但是把你竟然都搞好了，都搞出那么多庄稼呀！是啊，是啊，所以我说那个土堆上面的，你叫我去移的那些哈，后面长得好好的，反而是哪几个呢？是补的苗，因为我在铲起来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这个长得挺好的，是不是开始一直延续做呀？但是挖出来以后，是我们那个营养钵啊，带营养钵在里面，是移栽过去的。我在移栽的时候，我都又松了一次，然后呢，把它放进去。并且还带土了，所以呀、啊，最后移栽的那几棵还长得挺快的。前面的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就算长一点点，在下面转弯，土啊，一定要土，而且那样它也长不高吧？比如横着长，伸不下也长不高。好多为什么它只长那么高不长了呢？就是长不下去啊，地里那个土就那样，在我这边就不存在，就肥料养分它都吸收不了的。也就是说，它没死就不错了。这个地啊，真要够搞的。而且上面平坦那些树啊，我算了一下，就一天卯足了劲儿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搞它三棵呀。就是倒树，那个树一定要都啊，现在都倒得差不多了。那是个平坦，因为那里啊，距离那个房子很近，就可以种菜呀。因为现在都是大的。就算一天搞三棵，10天再搞三棵，我看那个台子，差不多得有100。你看东一个西一个，有100棵树，那些小树都搞掉了，还都这样的。它不像那个下面好挖，它的沙子，我直接挖到根，我跟它的根硬啃不动的时候，我就往边上搞，啊，不着急的，不着急。它有的这块的根，它包着石头。它抱着石头啊，你根本就啃不动、黑不动它。是的，就平台上的这些树，它抱着石头，黑不动它。又有石头，地又硬，不着急了。因为现在是刚刚过了雨季，土虽然松软一点，但是它也吸饱水了。再过一个旱季，在雨季来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它的土是不是也比较硬？反正就是在交接的时候。啊，再弄吧。现在就不要全部这样子一口气啊弄完了，实在不行那样这么高啊，给它割断。它只要长就砍，长就砍。完了，我们该种什么就种什么。
因为班里说实在用拖拉机搞断到不了啊，就是把它倒不了，就只有割断，从中间割断呢。最后班里就用那个锯子啊、斧头啊，也断了一些，就是不是很高，啊，就把它砍断了。因为拖拉机实在搞不动那些东西，要不然就再高一点也行。班里用尽了方法呀，为了在那开荒，用尽了方法，受尽了苦，是真话，我们都亲眼所看。也受了好多影响，再高一点就拿它当个支撑的。但是呢，它要求长出树枝在高处，你又够不到，伸手能够到的地方那么高。我们已经搞好这两块土，整个那一圈都搞它，在那个高度也不会湿，也不会干，因为它在坡的下缘，那水往下走，它那块就容易潮湿一些，懂吗？懂。就是能省好多力气呀、啊，能省好多力气。毛毛在家里不知道有那个扫帚和那个铲垃圾的吗？因为有的东西拖把也拖不了，这里一个那里一个，要用手捡起来，没有办事。只有一个扫把，那么多茅草，我们做一个不？班里说，你以为你都是有用的人呢、啊？有用的人，所以说不能笑农民呢、啊。是吧？农民他要是用那个草，想搞那个笤帚，他就能搞啊。城市人你就搞不了，就给你草你也搞不了。大家会做吗？就用那些草，啊，就搞个笤帚，搞个扫帚。所以说，城市人出钱买东西，买农民东西，你只能给他钱，你不给他钱你没用的。所以说，真正有些事情，农村人有用的。城市人就变得没用了。当然了，有些城市人会的东西，农村不会，就是你有多少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将来做人，无论城市的、农村的、人间的、天上的，我们都要会，要像佛一样，是吧？那叫一切智，要透达一切智，要具足佛一样的功德能力。将来我们什么都会了。所以想起这些很惭愧。我记得去年、前年跟大家说了，大家也有视频，还记得不？我记得当时单师傅发了个视频呢，怎么样做笤帚？最后也是看看而已，没有去做，没有真的去做呀，没有真正的去做。好了，我们就暂时学这么多，好吧？暂时学这么多了。哎呀，我想我升起了很大的向往心，那些就是种菜的知识，我要去学怎么施肥呀，又要去买些种子，该种了，这个季节最好啊，不能偷懒呢，有种就有吃的哟。如果将来你们能过来，但愿都有吃的啊，都有吃的，但愿我能供养大家呀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很有意思，这一块很有意思，很辛苦啊，很累啊，真的呀。因为那个土不黄梅梅那个土啊，就是我家里菜园，我以前家在张塘那边最差的那个土，最差的，我们家下面的距离家有1里远的那个土是最差的，都比这个地里的土要好。都比地里的土要好，来之不易呀、啊，来之不易哟、啊。是啊，会做吗？会做那个笤帚吗？用那个就用那些草啊，在本地有一种专门做笤帚的那个树啊，那个小树啊、我父亲会搞，我都排斥了。我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？都有用的，惭愧惭愧。排斥父亲一切的这些技艺手艺，排斥一切世间的所有手艺，所有的这些恶业、恶因、恶缘、恶修果，太恐怖了！愚痴，真是颠倒愚痴！愿大家再也不要排斥这一切的技能了。愿大家永远拥有佛的一切智，早日成就佛的一切智慧、福报、能力、善巧方便等等一切的功德能力啊，将来的我们才能活得自在，才能真正的做菩萨，是去自利利他呀。要不然自己都可怜，怎么救济众生呢？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二百五，还说去救济众生，这不过就是天下之笑话吗？这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话呀！真的叫化天下、化世界之大吉呀！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、支持、配合，以及对我莫大的成就。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好。